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而你却不自知。这个不完全自救，讲的一些文明病的一种状态，我就是想说我想要有机会可以用比较轻松诙谐的方式去引导到这个题目，我的确会比较少机会去合作到的一个这样的企划。在修这个词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它隐约的有一些可以正面的。我就带你去山顶，多想不管到多远的地方都能带着你，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而你却不自知。就像分我心爱的玩具的孩子，你消除我所有恐惧的未知，而你却不自知。还轻轻地问我在想什么，这些东西今天之内一定会把这些红点点给解决，因为我不喜欢看到红点点。心理王心凌，我是李基奇，我是 Cafe Fu 321，静音。我的手机一直都是静音。